兄弟们，今天我要给你们开箱的这个东西，我保证是所有细狗们的福音啊！这个是我在网上斥巨资花了2600块钱买的一件健美冠军级别的硅胶肌肉衣服。据卖家介绍，这个东西的逼真程度堪比真人，而且是健身冠军级别的肌肉。穿上这个衣服，健身的和不健身的看了都会沉默。而且咱们别的先不说啊，就这件衣服的重量就达到了18.5公斤，37斤，你敢信？接下来咱们开箱看看啊！我操，兄弟们，确实很沉呐！我去，快看兄弟们，这个衣服就长这个样子啊！我的天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快看它的腹肌，哇，它这个摸着手感，确实跟这个皮肤很像啊！快看这个大胸肌，我的天，二头肌，可以看它这个青筋都暴露出来了啊，细节非常到位啊！还有肚脐眼，哇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它这二头肌，哇，比我胳膊粗太多了，就这一只胳膊就得10多斤重，你敢信？我的天，它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逼真呐、啊，难怪有的明星肌肉效果那么好，有可能都是用的这个东西啊！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后面啊，哇，它这是一个拉链啊，这个衣服穿的时候应该把它给拉开，哇，但是它这个肌肉真的很逼真呐、啊，但是这个拉链就容易穿帮啊，这也太狠了吧，还送了一瓶润滑油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估计是穿这个衣服用的，因为这个衣服肯定特别涩，得抹油才能穿。可以看它这里面都是这种镂空的，镂空的设计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这里面也是镂空的。接下来我就上身看看效果啊，穿的过程就不给你们看了，肯定是特别艰难。